他起来很大，他压下去很大一块，他这个是半吨的车，对，但实际上我拉有的时候拉2000磅，这个车呢能还走得了，可是说你要是两个槽子才将近4000磅，也有3000多，1400多，两个槽子差不多将近3000了，3000就是那一吨多。